找我们无辜受害者，我被欠债者为何找我呢？我被欠债者，我没有办法帮他，不能找到刘淑萍。为了家人的安全呢，我唯有登报，登报澄清，此人此灾与我家人无关。我通过报纸、警方人员、电子书搜索出此人刘淑萍。如林淑萍不是欠债者，我呼吁这个林淑萍出来澄清，以免产生误会，活力的人者。我希望。谢谢啊，这个是我们过他要听，因为我们开了过我们要清理，要不然他们没去。这个不是鸡蛋，是我们要清理的时候，腌煮的，因为它